九月，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看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，我们去哪儿？院内花湖的房子，鬼马世界上七千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儿？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你喜欢去哪儿？青海或三亚？冰岛或希腊，南美不去吗？沙漠你爱吗？我问太多了，知道吗？这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，白昼很长，夜很短，夜晚有三年，知道吗？今天的消息说，以后公路上那座桥断了，我们还去吗？要不再说呢，回首一年吧，一年能等吗？你还去吗？你喜欢吗？